下跪何人？西游剧组大龄单身狗唐豆豆拜见大师，音乐 music。大唐到处单身汉，娶个媳妇儿真心难。开口彩礼几十万，没车没房靠哪儿住？辛苦一年挣几万，只够结婚买耳环。倾家荡产还不够，拿下饥荒谁来还？嘿呀嘿嘿呦，嘿呀嘿嘿呦，女方最有话语权。嘿呀嘿嘿呦，嘿呀嘿嘿呦，提起娶妻心发颤。啊，豆豆，好消息啊，这里有女朋友可以领。告示，你还在为自吃自做自刷锅，冷房冷炕冷被窝而感到苦恼吗？举行王者农药 PK 大赛，哎呀，胜利者将获得神秘女朋友一个呀。送女朋友，兄弟们，机会来了。不瞒你们，我猴子玩得贼溜啊。那你也让我张飞去出肉，肯定能赢。好，就召唤你为我而战。召唤张飞。你妈，为什么召唤出来的不是我？连性别也发生了变化。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我也是张飞。哼，我胸大，我心大，我走中路。辅助，保护好虞姬。社会我虞姬，人美貌不也。凌骚一朵，暗箭难防，打猴子！我操！打不过呀！空空，大刀！猥琐发育，我穷的买不起裤子了。没裤子，稳住！我们还有内裤。别闹！我们要把根留住。Defeat。豆豆儿。我们输了，女朋友没有了，我们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了。毛线，从十万八千里到负十一厘米，这才是你我的距离呀、啊。女朋友没有了，不定还有惊喜呢。惊喜，神秘女朋友出来了，我看看。我去。